接下来关注一下文化演出方面的信息。2013乔治夜昨晚在上戏剧院揭幕，由著名的歌唱家宋怀强、李唐领衔主演的原创大型多媒体音乐剧《爱在天际》首次再获上演。爱在天际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放弃海外优厚科研生活条件，回国投身国防科研和教育事业，最终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郭永怀可歌可泣的生平在两位艺术家的深情演绎下感染了全场观众。爱在天际作为中国科协共和国的脊梁项目，于今年4月在北京郭永怀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和地区做了内部演出，引起强烈反响。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和建议后，主创人员对剧本进行了更精细的修改，并于9月8号、9号在上戏剧院公演。如此的熟悉，如此的亲切，在我的血脉里流淌着长江水，偶尔